你不该来的。你究竟是谁？民不疑，还是活无生？ 无论我是谁，我对你的心都不会变。为何要在今日？为何你就是不肯告诉我？因为满足屠戮之仇。 非报不可。少商，你我婚期已定，后日你我一旦成婚，我再来报仇，定牵连城市南门。我一人做事，我一人担，我不会让城市 为我所害。民不疑，擅斗五湖，调乱军阀，意图谋反，罪无可赦。今日，胆敢迈出此门一步，杀无赦！是。少商。 我自己做的过错，我自会去抵命。你我从此诀别，永不再见。 再敢动一步，杀无赦！
你贼，弑父弄兵，犯下滔天大罪，罪无可恕。你若不束手就擒，休要怪我了。别杀了，这是我一人所行之路，同行之人不该有你。 既你从未把我当成同行之人，那我问你，我与你在你母亲临危前，你也必为盟，算作是什么？我说过，你不是孤身一人，你不必怕，我与你同生共死。我别无选择。 不该来的。可是我还是来了，陈家上下全为救你而来。你说你自小不曾被真心疼爱过，我来疼爱你了。你说你喜欢烟火气，我嫁人给你了。为何此时此刻，你就不能放下仇恨，好好为我想想？ 少少，与你只是15年前的一场家国仇恨，与我那是亲眼所见，压在我心头数年的血海深仇，你可知我每日追寻？ 耳边皆是孤城亡魂的声音声，眼前皆是父母兄弟惨死在面前的血肉残状，这一切太重了，太重了，我放不下，我也不会放下。 少少，我自知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，但我现已是天下罪人，唯有死，才不会连累你们全家。林不疑。 若你今日敢弃我一人，我陈少少对天起誓，此生此世绝不冤有，生生世世也绝不冤有。我从不敢奢望你冤有。
陈少商，你我缘分已尽。来呀，打工！我要与我听命，连同程娘子一起杀无赦。是。 怎么办？真要怎么都喂不进去，怎么办？回来，把他扶起来。宁不疑这个鼠子，可恨之极，让袅袅遭这罪。若非他跳崖了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女君，桑皇子带着一群人冲进来了，说要立即带女公子走。外面不是有许多虎贲军看守吗？他又如何能闯进来？ 他说赶拦者死，几乎是杀进来的。什么？他们想带袅袅去何处？三皇子，请自重。 虽我程家因旧林不移，被就地羁押，但是你也不能肆意的欺辱。李密是女娘的内情，容不得外男随意乱闯。程夫人，多有得罪了。今日我必须要见到程少商，他若是不出来，我便不会离开的。三皇子，莫要欺人太甚。是你们欺人太甚了吧？子胜平日里待程娘子有多好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今日。 他无论如何都要再帮子胜一次。明明是他背信在先，我们程家对他仁至义尽，为了救他，我们不惜身陷囹圄。他是如何对袅袅的？是他先弃了袅袅，有我萧韵依在，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 是谁？林不疑，还是霍无常？从今往后，若君不欺我，少商定不相负。你可有话要对我说？ 林不疑，你还是不可以跟我说。林不疑，林不疑。
他已经死了，你怎么能够放过他？他已经死了，你不会放下？他已经死了，他还生死未卜，而程少商只是生病了而已，他又还没死，为何不能救他？那他死了吗？娘娘。 程少商，让你失望了。即使没死，那边就是好事。三皇子在我陈家耍威风。 定是还有别的事情要说。他如今犯下滔天大罪，弑父、弄兵，擅用虎符。如今朝野震动，今日一早有18位重臣联名要弹劾他，要治他死罪。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你有何法子？ 三皇子觉得，他应该有何下场？亡命天涯，又或是隐姓埋名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他能逃到哪儿去？又或是日日盼着身上百年之后，三皇子成就大事，他好再出来，在这样躲藏和隐秘中苟且偷生。我猜他。 宁肯是自己死了吧，他若是真的死了，便都怪罪在你的头上。他若真是死了，我便陪他一起。有何怕的？三皇子不必再说了。即便是今日你没来，我也会进宫一趟。娘娘，你身体还未痊愈，不能去。是啊。 为那庶子不值得，你管他死活呢。阿母、阿父，宫里自有医官，你们不必担心。更何况，三皇子还等着我替他辩驳，又怎会让我有事？ 三皇子与子胜是何时成为至交好友的？那日在宴会塔，我撞见的人是你与子胜吧？是，我与子胜不像外人瞧见的那般不和。子胜刚进宫时，不小心被人戏弄落水，是我路过将他救起的。不是太子吗？还记得子胜刚刚进宫的时候，性格孤僻又不合群。其实我也是。 从小性格孤僻，也不合群。那会儿正躲在那儿躲清静，我发现后就将他拉了上来。所以你跟他是从小时候就勾搭上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 皇后与我母妃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为了与她辟邪，也甚少来往。宴会塔那次，是舅父劝子胜辅佐于我，但他并未答应。你是怎么知道宴会塔那次是我俩？那日他吃了杏仁糕，发烧，烧得有些意识模糊。 我照顾他的时候，看到了我在宴会塔丢失的另外半枚玉佩。
我在宴回塔的时候，听到是有两个人的声音，我便以为只有两人，但其实应是三人。而这第三个人就是子胜。你猜的一点也没错。子胜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伤害你，他瞒着你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。你们还当真是蓄谋已久？他拿着太子殿下失落的虎符调兵，只怕此事太子的储君之位也是难保。我是不是应该恭贺三皇子就快要得偿所愿了？此生他并非真的想要连累，可他还是做了。他就是个这样的人，他既磊落又阴晦，既骄悍豪迈又心思细腻。他可以不顾一切的救我，也可以不顾一切的背弃我。你真的有把握为子胜辩驳？我说过，他若活不了，我便给他抵命。现在大难临头你倒好，条理分明，头脑清楚，像个局外人一样。你可知何为共同生死，何为关心则乱？我会酿酒，我能酿出全都城里最浓厚最纯粹的酒水。我会造水车，我造的水车比江左坊造的更加灵巧简便，能省去三成的人力处理。我会垒窑烧瓦，我烧的瓦片跟宫里的瓦片一样坚固耐用，却能省掉一半的人力物力。有没有林不疑，我都是一个好好活着的女娘。我也有父母手足要顾，但不能因为我是个女娘就因被人咄咄逼问。女郎需要死了，宁何不陪着去死？不能因为我是个女娘就应该被始终蒙在鼓里，连自己郎婿姓甚名谁是何人我都不知道。成婚前两日我猜到了，我心里还在期许他能够告诉我，可如今呢，我不能愤慨，不能怨恨，因为我若是如此，我便就是薄情寡义、自私自利。你说他掏心掏肺待我，我也愿意剖开身体，将心肝肺拿出来让他看一看。我又岂是没有掏心掏肺的待他？他救我一命，我一命相保。若今日我救不回来，我便以命相抵，绝不谈生怕死。到若有一日我想死了，那是因为我自己活腻了，绝不会是因为还想要和谁一起同生共死。林不疑是我这世上最最喜欢之人，可我还是我自己。陛下，就算那庶子犯下滔天大错，但念在祸兄全族的情分上，恳请网开一面。若非灵毅做下十恶不赦之事，他怎会动手啊？求陛下开恩，开恩呐，陛下！弃脑鄙夷是一回事儿，杀人放火是另一回事儿。霍夫人再委屈，灵不疑也不能为替母亲抱屈就弑父啊，此事天理难容。案件还未查清，左大人便已断定灵将军是为霍夫人不平才杀人吗？莫非左大人早就清楚来龙去脉？袁侍郎，你是何意啊？你身为廷尉府官员，莫非要为一个凶手找理由逃罪不成？纪大人，你是廷尉，袁侍郎这番偏袒你管是不管啊？
左大人，林不疑所犯的弑父、弄兵、欺引东宫这些罪名，我们廷尉府自会一一查证。若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，我法王律面前定饶不了他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子申自小养在长秋宫，父皇细心栽培，我等手足相待，谁看不出来他将来前程似锦，无可限量。他是疯了还是傻了，无故杀死自己的父亲，再让你们这群心瞎眼盲之人声讨他。林不疑弑父，人尽皆知，难道还情有可原？林不疑没有弑父。左大人如此义正言辞，可惜第一句话就错了。程氏，林不疑是你未来郎婿，你今日莫不是为他说情而来？林不疑何事干不出来？当初为了你还打上我们御史台。左大人是生怕别人不知你挟私报复，才会一直提醒我们你在御史台挨打之事。你陛下，程氏案发之日与林不疑在一处，请陛下将他一同收监审问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为何说子胜并未弑父？回禀陛下，林毅并非是子胜生父，子胜的生父乃是霍冲将军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子胜乃是霍冲将军遗孤，霍无伤。程少商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虽是林不疑心腹，但为他脱罪也不能信口胡言。林不疑是否是灵毅之子？灵毅能不知道？霍君华能不知道？陛下，这些年子申无法侍奉在霍夫人膝下，陛下可知其中缘由？那陛下觉得子申长得与程阳侯像吗？子申长得确实不像程阳侯，更像霍将军。陛下，陛下，躲开！你接着说。说。霍将军之子霍无伤，对杏仁过敏，但林毅之子林不疑，却最爱吃杏仁糕。那日，霍夫人准备了杏仁糕，来来来，子申退拒不得，便吃下了。当夜全身起疹子，高烧不退。从那日起，臣女心中隐隐猜测，直到程阳侯寿宴，他亲口告诉臣女，他是已逝霍侯之子霍无伤。陛下，林毅才是导致孤臣城破，是霍将军惨死的罪魁祸首。子申做了这一切，只是为父报仇雪恨。那君华，他最后还记得霍夫人临走的时候说了什么？不要忘记我们的仇。阿离啊，阿母来找你了。单凭你们只言片语就想定程阳侯的罪，哼，可有证据啊？左大人既然要证据，那不如尽快将林不疑从山崖下救上来，孰是孰非一审便知。即便把他救上来，
那他说的就是实话了。哼，我如今倒是知道子生的苦衷。他非但没有程阳侯通敌的证据，如今连自己是何人之子也无法证明。程阳侯死了，是死无对证；程阳侯活着，也可一口咬定他就是子申生父。子申一时百口莫辩。陛下，子申当真是走投无路才会出此下策？凡事要凭证据。这话从程娘子口中说出来，好似我等蛮不讲理了。就是你不讲道理。左大人如此咄咄逼人，企图将罪名全部扣在子申身上，究竟是为了泄愤还是为了公理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血口喷人，住口！左大人，你究竟是御史还是长舌妇？父皇还在殿上，你在此一直喋喋不休，是想欺君吗？你们都说够了没？他是阿离，他是阿正，朕自有法子来证明。阿正小的时候，朕曾经见过他，他的身上有一个特殊的胎记，是一个小小的虎头，却有三只耳朵，在子申的后腰下面半寸之处。子申高烧时，趁你为他擦拭身子时，曾见到过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三耳虎头。哎呀，快！派人去把那个庶子从山崖底下抬上来。好，带上几个衣锅一块儿过去。还有寇粮，这个庶子已经两日没进米水了。好，陛下。待他回来，朕定要把他捉到他父亲的灵前，痛揍一通啊！他是鬼迷了心窍啊，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啊，非要铤而走险吗？陛下，宁不疑身上还背着私窃太子殿下虎符、私调兵卒之罪。你想让朕去替阿珍抵罪，你就心满意足了吗？连同程娘子一起杀无赦。是。三殿下，有什么事儿，等我救完子胜回来再说。当心救援之时，有人出手加害子胜。那日左将军一路追杀子胜，期间不曾想过要劝降，更是把他逼到了山崖之处，直接下令放箭。若非如此，他也不会跃下山崖。我明白了，如果他们有二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。今日之事，真是多谢你了。待子胜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让他给你行大礼赔罪。放心吧，子胜那样深爱于你，以后一定会对你言听计从的。